强薇 CP 发糖不手软，小俩口互相喂食甜死人。东森偶像剧《狮子王》强大周六播出完结篇，剧中强薇 CP 曹艳豪、周小涵25日再度合体出席药妆一日店长活动。虽然周小涵觉得两人在剧中吻戏太过保守，但活动上还是扇瞎人，两人互喂饮品甜到看了就牙痛。为从日本跨海开设药妆店担任一日店长的曹艳豪及周小涵透露，周六晚上一起在导演家观赏《狮子王》强大的大结局。两人在剧中时不时就放闪，即使现在戏已播完，两人默契还是绝佳，知道观众爱看小俩口晒恩爱。他们在现场前脆互喂饮品，聊得现场粉丝们频频尖叫。提到拍戏时发生的趣事，周小涵说，之前熬夜拍戏累到不行，有一场戏他要扮昏迷，正好趁此机会舒适地躺在床上闭目休息，当时主要是拍曹艳豪的戏份，结果他因为太累竟然睡住还打呼，大家超傻眼。曹艳豪同样也练就走到哪睡到哪的功力，在片场随时随地都能睡，也因此被拍下一堆睡住时的照片，还在剧组间流传，超级丢脸。